涵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结婚怀孕的事情，她曾经可是万千宅男心目中的女神啊，也获得了很多的支持和喜爱。作为华语影视女演员，她也出演了很多的影视剧作品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她吧。陈意涵凭借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影视剧《单车上路》正式踏入演艺圈，紧接着又接拍了凭借励志剧《奋斗》被内地的粉丝所熟知，凭借出演了警匪剧《痞子英雄》以及剧情片听说获奖无数。陈意涵一直给人一种积极乐观的感觉，她长得很甜美，瘦小的身材，穿衣搭配却很有自己的风格的品味。准妈妈陈意涵现身活动，她身上似乎多了一份女人味，身穿一件白色连衣裙，衬托肌肤更加白皙动人，圆领修饰颈部曲线，无袖露出纤细美手，整体穿搭很有时尚感。陈意涵一种被称为元气少女，她剪齐刘海嫩为20岁，这少女颜简直无敌了。她的五官精致立体，大大的眼睛很有灵气，画着淡雅的妆容修饰脸部轮廓，很有时尚感。不敢相信陈意涵已经怀孕了，她的衣服依旧是 S 码的，她的骨架本来就小，这件裙子是宽松的款式，面料材质看起来很有质感，加上清新减龄的发型，给人一种很少女的感觉。陈意涵以往的穿搭也是很时尚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陈意涵身穿一件拼色的连衣裙，素雅的颜色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，加上淡雅的妆容和优雅发型，很有女人味。陈意涵身穿一件白色衬衫，